第32题，有四种原子，其质子数、电子数、中子数如下表所示。有关原子的质量关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原子的质量可以用质量数来代表，质量数越大就代表质量越大，而质量数是质子数加上中子数。所以，甲的质量数是6加6是12，乙的质量数是6加8是14，丙的质量数是7加6是13。那么丁的质量数是七加八是15，所以我们最大的是丁，然后是乙，接下来是丙，最小的是甲，所以答案是丁大于乙大于丙大于甲。于是我们就知道第32题问说有关原子的质量关系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丁大于乙大于丙大于甲。